大家好，我是小胖啊，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以前的一个比赛啊。那关大方这边是紫禁城啊和钓鱼岛副战队组成的这么一个华山团队啊，这是以前的。关大方这边上的是一个花果双龙宫，再配合着普陀山加女儿村开了一把虎阵。那对战方上的是一个狮驼单龙宫，配合着女儿村加一个化身寺。关家方这边的侧重点肯定就是关家方这边的双龙宫了啊，因为第一是龙宫占虎头位啊，第二也是带的是辅助普陀山啊，主要是为了一手灵动九天。那对面带化身寺的话，肯定是双狮驼会比较的占便宜啊。关家方这边少了一把防御圈，再加上啊，这个时候大概是地厅刚出来的时候啊，那会儿大家法防灵士带的还不算太多啊，也可以说压根就没带什么法防灵士，所以啊会出现一个情况，这是单秒亲宝宝了吧，这个宝宝直接飞了，所以物理系啊，打过来的数据没有现在这么亮眼。一把罗汉直接盖上。哎，队长方这个破天地战苍穹是不是珍宝阁之前的一个法系？因为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是有这么一个名字啊，时间太长记不清。啊，一把金青，又顶着罗汉，对面前排宝宝压力也是有点大的，再飞一个宝宝。对面龙宫群秒过来1000多，有灵动啊，对战方这个法系他不占便宜啊，虽然也占了一个虎头位，但是他毕竟缺一把灵动，而且关照方还有灵动啊，这么一来一回差很多的。关照方法防提高了啊，对战方还没有增法防的法伤的一些东西啊，一来一回差很多啊。一把三票票中两个，金青解掉。哎，这花果山头上是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么晃眼啊？啊，以前都没注意啊。宝宝飞掉。当头6500直接打出神龙摆尾，宝宝，哎呦喂，又飞了一个，队长方太缺宝宝，现在人物的血量也被压下了，又是一个，就剩下一个宝宝了。罗汉干一干，对战方看一下稍后还能不能接触罗汉啊，接不出罗汉这要崩盘的呀。两个狮驼也是打一回合休息回合啊，他这个节奏就很慢了。再飞两个宝宝，对面刚补了一波宝宝，现在又剩下一个隐身和一个小马，又没了。主要他补一些比较耐扛的吧，比一些，哎呦，搞一些法防出来什么的啊，补这些虚弥，啥又没有。但是三公队啊，他就这种习惯，喜欢冲。
小马神游一下，队长峰再到一个纽尔特特技被控，有一速，看看宝宝能不能把这个风特技解掉，来慈航一手，拉起狮驼，这龟速得神一下啊！扛住观战皇前排宝宝，哎，飞掉一个宝宝，扛住观战皇前排宝宝的一个进攻啊，就能解掉女儿村的这么一个风特技的效果。一把三票，看一下这一波，啊，这个宝宝能不能神？我估计观战皇都打不死，啊，就不存在什么神不神的。当头，哎呦，但这解不掉了呀！鸟儿村倒地以后解不掉了。里皮应该打不死，哎，差一点点。有凝光炼彩，哎，开玩笑啊！我佛慈悲，人去拉龙宫，再出一个隐身。那有两个归宿的话，就比较合适了。这个归宿还神游，队长方现在是三个归宿，那女儿村可以辞出来，这完全够，不会还有个千速吧？应该不会啊。那观战方现在拉起女儿，再解开女儿，一把偷酒，一个次横，刚刚好。不过呢，对面现在他是没有罗汉的啊，次行起来好像也不会有太好的一个发展。一万二直接敲死。三千，嘿，这龙宫多了还是有意思啊！奔雷咒。换须弥，再给另外一个龙宫打鬼眼，给花果山打鬼眼的意义不大啊，青宝宝还是得龙宫来。鬼眼再给龙宫打上9700，再飞一个宝宝，神了一个女儿村，继续倒地。队长方看看能不能继续慈啊，如果还能继续慈航的话，这比赛有的追啊，对面可以熬下去，毕竟都是三攻对三攻嘛。人去给女儿村卡了一个五龙丹，防止观战方风特技啊，应该是这么一个操作。只要这个女儿村不中风特技，下回合他就有慈航的机会。宝宝神佑了，有机会，还得再神一次啊，还得再神一次，别让花果山给敲一棍子敲死了。哎，您看这小师战打打啊，还是有机会的。死于神香，小马要跑，
看一下那个天女，哎，都跑了，跑了的话那就没机会。结束了，那这伏战队还是不太好切进来，他们的装备硬件太好了，这输出高不说了，这防御也挺高的，抗性太好，以后让别人没法打，拜拜。